刚从和平岛骑回基隆市区这里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午餐。然后我们现在吃吉鲁街，因为其他东西基本上都是人很多的状况，选择障碍时间。然后这是我们的午餐。我们刚刚吃完饭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要去庙口夜市。虽然现在是白天，但应该也会有东西吃，我们就去看一下吧。对啊，现在脚头酸。好，就是这里了。这很标志性的，算基隆一个地标吧。之前我在那个 YouTube 上面投票，就是第一名就是基隆庙口夜市。公车队。现在我们非常累，因为大家看后面超级陡，然后我们都没力了，然后刚刚骑上来真的超累，然后我们回来之后是走台五线，所以跟原本路不太一样。追风车队啊，就是我们已经从那个基隆回来了，然后我们大概骑了几公里，六十几公里，没有啊，四十，然后四十几公里，反正呢，我觉得回来的时候还好，但是回来的时候导航带我们走那个台五线，然后就一直上坡下坡，然后下坡讲说哎呀很嗨哦，然后就上坡，然后那个有李正颖就被丢高了，
没有啊，他就就是被卡在山中。他被卡在山中，他应该是那个我们后来上坡中走的，然后下坡的时候真的很快，有大到时速大概是42公里，然后还有到47这样。然后就是这一集就是差不多就是这样。那是路况的话，我觉得因为一般大家想到那个骑脚踏车的话，就会直接联想到去河滨嘛。可是这次呢，我们几乎跟河滨没有关系，我们都是走那种省道啊，干嘛的。所以省道的话就是比较危险。如果要一个骑的话，不太建议。那我们这次呢，就是骑到基隆港之后呢，我们又花了1个小时的时间，再骑去正滨渔港，再骑回来。那我觉得这段是我觉得有一点多余啊，因为我们去那边其实没有做太多事情，就是拍个照这样子而已。那基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？其实很多。这就是基隆港的部分。基隆港呢，它就是像一个么字形。那如果往右走，一直直走的话呢，就可以到这个正滨渔港，也就是我们去的正滨渔港。那再来过一个和平桥之后呢，就到了和平岛。和平岛的话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炮台，就是这个炮台呢，你要爬一点山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爬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海，对，可以看到那个基隆屿。那如果往左边走的话呢，这边有一个基隆地标，就是那个 Keylong 的标志，这个东西，对，那个爬上去呢，那个还其实还蛮大，但是缺点呢是要爬山。那旁边呢也是有一个太平青鸟。那这个书店呢，它以前是一个国小改的，所以你可以想那个书店其实还蛮大的。而且如果从这边看风景看下去的话呢，我找一下有没有照片，等一下。没有照片，反正就是呢，它有一个地方看下去呢，其实就可以俯瞰整个基隆港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一下这个地方，叫做这里，就是它是一个回旋塔的概念。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回旋塔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基隆那边很多山嘛，它就是有这个高低差。那山上居民想要下来没办法下来，所以就有那个建设公司就盖了一栋可以回旋的，也就是你可能车子绕个10圈，然后就可以爬到山上这样子。那这些就是基隆可以玩的地方，但我们这是没有去的。追风车队，耶屁呀！